系应该摆会议厅头前啦。 来过，赛，阿你敢不是讲？赛，哎，慢走，郭世忠。 我叫徐公是对一个白毛的花花大细声，原来是张剑的，叫做我，你来这拜拜。我来拜阿英，阿你呢？哦，原来就是那个搞那些白造的阿英。哦，原来伊拜过更加。别办，这个菩萨哦真灵性，爱跟阿英讲啊，叫伊哦把菩萨好好忏悔，上罪，后世人哦，莫去做歹代志啊，啊！ 卖介绍啦，郭世忠。阿英个白话有差啥？长兄，是你对不？你是不是做虾米对不起阿英个代志，来遮求伊原谅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硬要假死讲是阿英是我害死的，啊？无你讲啊，你来创啥？来遮拜拜啊，后不来遮买菜哦。你讲阿英向台时啊，俺们搁三十年来一直找无凶手。 我靠，根本就是恁真笨，让用武唔着去啊！郭世忠，赛，你个冷静啊，赛！连到我问你，你阿英一个来，阿英一个去，个个像你亲，无你个阿英什么关系？我来讲哦，你是唔通为着家己人哦，后背乱用迄个职权，安尼无，我去地检署门口抗议讲司法不公啊！啊，喂！ 林师爷，啊，换一个，换一个啦！对我这个阿萨布鲁的，你一世人没有出团啊！好啦，我告代志要报应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拜。世忠，我一定亲自见过，我都笑不出来。师爷，所以你即马手头掌握的。 就只有阿英分去进前，讲出郭世忠的啊。问这要创啥啦？确实只有能力哦，安尼无法度做证据。啊是讲，你有调查出其他的线索？要不无是安怎才会困到阿英的死，甲郭世忠、郭世忠兄弟有关系啊？安怎？你甲郭世忠同款哦，因为我警察方向唔对哦。这个案件确实疑点真多。 我是卖讲出我甲客白关系，再让帮助三个调查。我坚持三十年啦，即马真无简单，等着郭世忠倒转来，大半都第一个案情，我绝对袂放弃。是讲你啦，你还阁真好个前途，紧退出，莫在我模样啊。你即马是伫讲啥？咱来共患难呢，我会帮助你实现愿望，找到真正凶手。 呀！哦，他应该摆位在头前啦。 啊！你今仔过来是用后生的身份要来关心客伯，还是用检察官的身份要来关心我对恁同事的投诉？坦白讲，我是为着丢干来。莫怪人咧讲哦，囡仔大汉啊，都要帮我陪啦。我招你食饭拢无闲，结果即摆为着你同事的代志啊，你都我都半个时间出来来，甲我见面。客伯。 刘剑是我伫业界真紧张的人，嘛是伊一路甲我牵加，是我的师傅。伊即世人哦，为着正义一直伫拍拼，
真紧就要退休啊，所以我希望客辈当手术也管，撤销对伊的申诉，卖回老五店好不好？卖回老五店，安尼我要安怎？我呾又在伊部落求夫，甚至又在伊甲我定罪啊！啊，那呢以后各界人头拢担袂起来做人啊呢？你安尼对客辈咁唔公平啊？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我当然嘛希望恁两边上好是莫有交集啊。毕竟我是检察官，那是牵连着阮哦，拢无虾米好代志。星汉，我用个体谅你要停张检的心情啊，不过真遗憾，我并个代。顾家明先啊，我嘛是爱顾，这点我绝对无得体谅。还是讲客辈，我用其他方式补偿你，我保证，我绝对袂让你吃亏。你即马就是硬要强迫我爱答应就对了。这马唔是逼啦，我可能是希望客辈敢会当徛在我的立场，予我还阁有阮婿的一条路行。你用钱先过来，我嘛袂当让你夹在地方做石磨心嘛。客伯，所以你是答应哦。啊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条件的以后啊，不准过来找阮高家人的麻烦。这就较困难啦，毕竟条件这么要紧，当年迄个案件一直放袂落去。还是讲客伯，敢有其他条件会当选择？你就真正要安尼？为着片面，为着张检的迄个头壳袂晓变巧的人啊，以后咱要伫个法庭上啊，互相来对峙。你归去就离职，来四天监控上班，这是聘书。你爱我离职？只要你答应，我马上撤销投诉。不可能，我无法度答应。做检察官是我一生的使命呢，我不可能放弃。星汉，我知影你是一个真有使命感的囡仔，但过有时阵为着要保护家己重视的人，有淡薄牺牲，这嘛是不得已的事。是。既然你都知影，卖到高家徛定硬蹲嘞，安尼佩尔夫人又折兵，即马杀人哦，嘛无追溯期，啊你过不外久就要光荣退休呢，到时阵我嘛是会当甲你里应外合，赶快会当甲高家兄弟绳之以法。我伫阿英白薇进前有咒诅过，伫我退休进前，一定要将阮家己害死的凶手抓着，这个代志无当参详，卖阁讲啊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莫伤过激动，要老婆等一下，会后阁请管啦。我看哦，我去替你买一杯茶到茶，和你退会啦，啊。我细汉想要扩宽些，甲我阿罗底，我是依法行事，也无错唔着代志啊。我若是无上诉，也当作我好欺负。迄个公文呢？我来要写报告，无吼，代志袂当安尼准拄煞。啊，隔壁我聘书搁放伫桌顶呢，若小三发现，安尼就害啊。哦，你信还桌顶啦？这是什么案件啊？
多冲下。哦，我要写报告啊！啊，对了，我找无我迄个充电线，你去借我一下。我才你有看到，郭世贤对我有敌意，恐惊无老实交代案情。你老人家应该有新的发现。好啦，那你顺行。明星的代志考虑了安怎？我是无法度做决定，咱拢真清楚，你也答应我的条件，对咱头下拢好。人咧讲万事起头难，不过只要你踏出头一步，所来要迎接你，就是光明的未来。进前你敢有熟识高海伦啊？无啊，安怎晓？我故事很呢。我不熟悉，这什么呀？我进前就看到四天金矿的聘书了，条件敢那袂歹，不过你也动心。我无，无你把聘书摕转来要创啥？你应该个设伫高世面头前才对啊！但是使知影，特别爱我去四天金矿上班，跟我撤销申诉，一定搁较生气。阿英的代志，是不是你去甲郭家兄弟通风报信？无奈十摆拢稳走去。不是我，使的，你还相信我？我相信我家己亲眼就看到的。我是实在不是无对。你真正是高世贤派来干啥？我自细汉就熟识伊啊，伊是我客呗。你敢不是有讲过，若无我都选择家己出事。高世贤甲阮妈是好朋友，伊看阮妈一个人请阮囡仔做辛苦的，所以令我做客囝。三。我根本就不知影高世贤三十年前的绑票啊！就连你要找害死阿玲的凶手，我嘛是最近才知影的。进前知影八零血管的头家娘是你妈妈的时阵，我都给你机会坦白啊。迄个时阵你啥都唔讲，你敢知影？是话若讲唔对的时阵，就变成变改。我就是惊变成安尼，唔才无够。你先倒去啦。三。你先倒去。